有很多人崇洋媚外，感觉外国不赖，有些明星改了国籍转眼变成老外，这场疫情让你看清到底谁好谁坏，看看咱们瞅瞅西方顿时让人明白，一声号召全民在家共同抗击战役，有钱出钱没钱出力支援特别积极，医生护士不顾危险勇要赶赴武汉，床位不够几天之内建造两所医院，生产汽车生产空调都在生产口罩，检查治疗好几十万全部一分不要，试问哪个西方国家他们可以做到，身为中国人我自豪我骄傲，哪个国家最牛逼给咱中国比一比，党和人民一召唤上万医生冲前线，隔离病毒有需要两所医院几天造，为了不再人传人十亿多民不出门，数亿捐款赠灾区，中国人民最壮军，放眼世界及海外中国人民最慷慨，面对世界一声笑中国人民最骄傲，上下齐心来加油，只有中国咱最牛，投之以桃还之以李，我们支援国外敬我一吃还你一仗，我们就是慷慨，支援物资支援医护展现大国风范，这是回报这是担当礼仪之邦体现，四川支援意大利是广东上海帮两仪，巴基斯坦有江苏是送医送药送防护，米国一直都很牛不用我们来发愁，站在高山看虎斗是隔着地球喊加油加油 OK 双路免费视频群社区，右上角点击搜索，再点击公众号，输入双路，关注双路后进内部群。